是一台甜美的，很多人不能以貌取人啊。这个在外表上，你们并不是说非常属于那种艳丽的一对，但是你们声音呢，简直天籁之声，真的是。这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这首歌曲，我们刚刚这个贺大哥在讲起哦，三位，哎，贺大哥你在看什么？什么？目前都到了。啊，没有，他们这个鞋子也啊，这个鞋子蛮特别。看到这个鞋子，想到说钢管妹都常穿这种。对呀、啊，你们不跳钢管，穿这种鞋子很奇怪。那个，而且你的身材特别瘦。我跳那个不好吧？我那个、哦、那个要比较粗一点。对对，不，我们是怕说你不知道不好。没跳过啊。对啊对啊，没有开玩笑，其实两位很久都没有上电视了。哎，真的，最近在没有一个通告，没有出唱片，没有出专辑的情况之下来上我们的节目。对，尤其完全看我们贺大哥的面子。哪里呢？面子够大。我何德何能？对，那是因为呢，他也是家庭主妇了，对不对？生了两个、三个。哎呦，你本来身材很好，我知道，好像生第三个走样子嘛，哈，招比也嘎比啊，有回来一点了，回来一点，不正式回来了。那之前等于残废的嘛，变成。哎呦，真是！不过这个小南方就是很好、保持得很好啊。是是，要将最近都没有交男朋友了、听说有九年时间没有交男朋友，然后交了三个月又分开一年多了，是不是？是是，你所以你在后台不能跟我们讲太多，我们只有说台上见的这样子，我们很八卦的，真的。一年多的空白了哈，可是小南方最近不错啊。对啊，他画画那个油画做得非常的好 啊。真的啊，刚刚拿那个明信片上面。就是他画的一些油画放在那个明信片上面。哎、我也当一个 model 来画嘛，你们找个男生的画。有有有，他将来以后那个 model 就是大南方，就是、对，脱光的。他欠我一张这个，我要让他画裸体画。对，我跟你讲，贺大哥你不要迟疑，裸体画都是要找胖的。对，哎对对，那我也可以来啊。背部全裸。我喜欢画正面。刚刚提到金曲奖哦，五次入围，三次得奖。奇怪，为什么他凭什么？啊，不是，不是评审是那么样的有富有同情心。听说第一次哦，他们第一张专辑哦，本来就想说好玩嘛，出了一张嘛，对不对？对。那想说这一张可能是告别，想不到第一张就得到金曲奖的青睐哦。第一张是为什么可以得金曲奖？又好在哪里？其实那时候我们出道的时候，尤克里里就一炮而红，认错。啊，对。后来又来一个凡人，那个胖子，那两个死胖子。你要把口袋美男死胖子。人家要付出了，所以我就得到惩罚了。是是是，哦，你会惩罚很久啊？对。要是我没有说开出来车子，我还有20年，我跟你讲。所以那一次入围的，除了你们，你说还有凡人，还有这个粉红派对，你还记得吗？对，粉红派对是干嘛的？一对姐妹花，也是个姐妹花，一对姐妹花，对，歌林唱片现在还在吗？没有了，连贺大哥都记不住了，那当然不能跟你们相提并论了。然后，所以第一届你们就得了，我们得了，那一次你们得了，对。第二次再入围再得奖是哪一个？哪一首歌入围？秋意上心头，对对。那一次又凭什么入围？百合重唱跟我们一起，大小百合啊，对，他被你们干掉啊。这个运气太好了，很诡异的呢。百合有快比你快啊，高比你高啊，怎么比你？又不是比身材哦，他是那是比什么？比胸部啊？没有啦，比声音的啦，比声音啊。对呀，其实得奖都是靠运气。对啊，知道就好。真的吗？不是，没有得奖并不表示不好，对不对？对，哎，入围就等于得奖嘛，这个没有啊。所以说我们今年我们就不参加，你看到没有？哎，没有没有。贺大哥，报告贺大哥，没有报名。嘿。明年我们就参加了，连入围都有问题。来，我们要衡量自己。第三次又入围又得奖，又是哪一首歌？太阳恋爱了。太阳恋爱了。第三次我印象最深。我那次听说报名的人就很多了。对，动力火车。哎呦。无印良品。哎呦。他说你们刚才讲的锦绣二重唱。锦绣二重。哎呦。还有。头前两首歌都我第三首，哎呦，锦绣很棒啊！对啊，所以这四组当中里面选出你们嘛，对不对？五组，还有一个是两个女生，新加坡的女孩。哦，新加坡的女孩，对对对，有五组人，所以那一年我们就确定
也公然认为那一次的评审真的不公平。对，别当那讲都不公平了，不公平是那个内定了，但那那个另外那个弄错了，对不？没有，其实他们可能是同情我们呐、啊。你们两个干嘛？我们出有那么肥被同情的吗？不是我，是小南妈，因为我们那时候、啊、出车祸。出车祸啊，对呀、啊。小南妈是这个，手还绑着。上台领奖、哦，明年金钟奖就车开去弄饼哦。你那车塞砍的来变东西，我做台播起，弄弄那就丢丢奖，你是欢乐啥会啦？可能还是丢奖头个变财神料理啊！我车去弄掉你就对了，啊去弄掉一档，我给你弄回去行，我弄。你弄别人，你不弄别人啊？可是脸不要撞到啊，不能上台。不会不会，我就要戴安全头盔，安全气囊头盔。所以那一次其实我们刚刚开玩笑的，每一次真的都很优秀了哦、嗯。所以其实两个合作将近有15年了。对、啊，15年。那你看人家这样结婚了以后，你是又不觉得很空虚？他就是看我就不敢结婚啊。真的，你老公那么边边打？不是，他虐他老公哎。真的、啊。没有了，他们感情真的很好了，很好。而且你不觉得？哎、我讲真的，如果大南方跟小南方，我喜欢大南方，因为他长得是很幽默，而且很可爱。长得很幽默。这样我最对我个人来讲，这是在讲欧罗啊。你欧罗早跟哎欧罗搞红地主啥的，你怎样？阿廖、啊，他长得非常贴心。很适合摆在店面，你知道不？哦，干嘛狗啊？没有，他真的长得，我觉得滑稽啦。哎、欸，他油鸡耶！哎、欸，你私底下大南方有多可爱、多滑稽、多幽默的一位，真的好像不太一样。如果我娶老婆，我一定娶你。好险！但是睡觉我跟他睡了，被那冰凉姐看。不然穿一穿，你的感情盖捆啊，那偷情的对象是他，再三弄你，你干啥回来？对我，你这种假把人攻的，真的。那我还是个幌子，就对了。你早知道就好。干嘛每次我都要接这一句啊？你看他笑起来，你把我被有的有一把也准呢。哎，不是，哎，咱在桂林看一条为狼腮无，哎，狼腮无，奥杰一条大头无穿。好，那个啦，打波一点，招财进宝啦，打波新龙雄行，那然后你得都，你得真的就行了。我跟贺大哥站在一起很搭啊，同父异母的，对对对，对不对？我都故意站在你，故意，对，真的。拜托嘞，你卖给我赶紧夹头毛，拜托嘞。好，不过呢，我暂时给你安排哈，今天我们也要多安排一些歌曲，哎、欸，因为真的可以听到他们好听的歌，观众点歌来，对对，观众来点歌一下。欧丽上，欧巴上哈，哎、欸，那来点歌一下好不好？哎，继续休假，来，继续休假，都要困醒一换哦。秋意上心头啊，睡意上心头。秋意哦，秋意的歌咏，你身体为哪来上心头？不是，我们爱困，我容易让你睡意上心头啊。秋意上心头，秋意是名字。这首歌曲也是唱片里面的。对。啊，也是得奖，第二次得奖，第二次得奖，对，叶老师的作品，这首歌是谁？叶嘉修老师，叶嘉修老师写。哇，叶嘉修，叶老师啊，民歌界的这个前辈，前辈，叶老师长得很帅，像康丁那个嘛，对不对？很帅那个、啊，拜托你，康丁要自杀了，你真是，康丁就挂了，就公司没有位啊，让康丁身上的老公追得公安呢。叶老师写的歌曲也上过几百条，都非常动听。对，而且各式各样，对，各式各样都会写，这是最了不起的。对,、啊、对唱片的歌为什么不会点？对啊，而且很红啊。那个屋上的形体哦，应该点不是什么舞路啊，是讲那个什么吼，用含泪跳下去啊，那点秋意上心头。我刚才给了他500块。有时候我们会跟他研究一下来的歌手，哦、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拜托他点。没有了，观众朋友或许也真的很喜欢听啊。哎，不过那我发觉你们两个在唱歌啊，这个美声真的很棒哦。可听说那个小南方在录音室来的时阵哦，听讲你足惊乖哦。对啊。啊，我一定要把冷气机关掉。冷气要关掉。对，关掉。啊，今天我们这个现场摄影棚这么冷，怎么办？那是不是要关掉？流鼻涕。对啊，真的、啊。那你的习惯性是怎么样呢？要把衣服脱掉。我疯了吗？不是，就是会不会有？你不需要有任何弄你说录音室的那个，对对对，我喜欢吃，我一定要吃豆干啊。对，为什么呢？喜欢。什么啦？乱讲！因为吃豆干的时候心情会好，不是说有口水吗？豆干是我最喜欢的零食，哦、那我吃完心情就很好。哎，录得特别快，可是有个缺点，口水越多。不会放屁，不会放屁的。对，口水纳豆就会纳豆。我不吃那种会放屁，因为录音室啊，对不对？对对对，没得有唱谱呀，对不对？所以说，在录音的时候要喜欢吃一点自己喜欢的。对，吃完了豆干，录音就很舒服。可是最重要是，你要吃豆干的时候，嘴里就很脆软的。对对对。那脆软的时候就很脆，变到录音。
很麻烦啊，那混音的时候，那混音师就疯了，哦，一直在闭那个口水，就有嘘那种声音，可是怪癖，听到讲到怪癖，像我们的师姐叶爱玲啊，她一定要吃牛肉牛排。哎呦，等下录音前一定要吃那种去吃一大块牛排这样。可是最恐怖是听说你好像常常频尿是吧？对啊，我也很频尿，其实是当时啦，一个小时可能要上厕所几次，我的膀胱也不烂，对呀，那个很痛苦，因为那时候是我们一直跑通告的时候，然后在比如说在高速公路上，你就不好意思跟他们讲，那你怎么办？就憋着，有没有？还要憋吗？憋尿不好哎，尿毒症。就是因为我憋了才憋出问题，憋出问题才变频尿，所以现在都穿纸尿裤哦。没有，我已经好了。不是你膀胱哦，当时膀胱形势天的关。你爱去换一个膀胱，换猪的还是换牛的拢会使。那去哪里买？人个猪肉店买落迄个猪的迄个膀胱就会使啊。会当换吗？会使换啦。会当换咩啊？我开足侪钱。现在不用了啦。所以哦，咱无可能无方便啦。嘿啊，所以咱拢现场吼，拢有准备安尼啦吼。就是讲，唔多惊万一吼，你也真正要想我的时阵吼，哎呀，这有人应过无？就说。人的咧吼。哎呦！啊，这叫林大逼！嚯，这个做羞羞嘞哈！如果你真的来不及的话，就旁边哈。哦，你上别看啦！人家助理阿公都会跪，你得让他看诶。这教我会跪有跪咧。哎，为啥呢？你别干嘛放看麦？我还惊你转我。其实女孩子穿那个穿裙子穿长一点的话哈。对对对。其实也看不到。不是我跟你讲，这囡仔可以，你要用大人坐这种的哦。你大人坐，因为早起坐呀，抓去抓呀，那可能抓，那可能抓在汤下来的，一定是抓出我号啊，会不会这样？我啦，你们，你们有时候尿尿会不会想飙尿？会不会？一般早上女孩子用，现在在讲尿，女孩子用这个的话，应该是这样，是这样。是男生吧？不是，女孩子可以这样，因为女孩子她这样的姿势刚好出来是，是45度这样。你要控制那个速度啊！你每天当那样，每天那样。当可以当，这么紧。阿尚，阿尚，你也在演毛巾吼，也在新内吼，要个新内嘿。哎，刚刚我们提到是说，刚刚提到叶老师、叶家修老师嘛，对啊，对。那因为叶老师长期都在国外，要不然这一段本来我们真的很希望他能够跟你们一起来搭档表演。但是我们跟他有电话连线呐、啊。哦，有连线、哦，连线到。哎，那我们是不是要先把电话给打了？哎，电话我们用手机已经拨通了，拨通了。哎，喂，是加拿大的叶老师吗？叶老师，喂。喂，叶老师，哎，喂，哎，叶老师，你现在人在哪里？在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现在是几点啊？对，现在啊，哎，现在是五点，五点半，五点，五点多啊！你现在在干什么？啊？现在做什么？现在啊，正在听歌，听歌啊，听谁的歌？嘿，听谁的歌？听大小南方的，还有杨凡。哦，我们这是现场播出的吗？加拿大那个地方有放杨凡这首歌啊？不是不是，网上有得当漏嘛，好红啊！哦，上网听的，你上网可以当落。哎，对呀，对对对。那你最近过得还好不好？还可以啦，还可以哈。听说你整形了是吧？啊，听说你整形过了是不是？整形哦。对，因为本来是说贺大哥说你很像康丁，听说现在不像了，像康红是吧？是啊，是。是。哦，这人跟他笑，因为在后边吼，伊就讲安尼敲电话，伊个人讲话安尼。嘿，都是安尼。好了，是啊是啊。无啦，你要敲电话，我都接嘛着。难得有诶，有只大明星要敲电话给我着。一家就是虽然说以前也在民歌曾唱过，对。对。但是的，这个这几年好像做了不少张唱片，帮别人做了啊。对对对。像潘邦最近的这张《外婆的什么朋友湾》嘛，最近哦，你起码跟我们最近才有几张，你以前的代志。好，谢谢你，马先。没，叶老师下的歌太济，差不多。几能霸掉我？嗯，敲鬼，敲鬼，敲鬼，不止。大概是有谁？比如说像我们印象深刻，就他贺大哥的功，对，潘安邦，还有潘安邦，还有谁的？陈淑桦，陈淑，他们两个初一上映的就是陈淑桦唱，陈淑，哦，陈淑桦。你下一次我刚刚下拢较闷，讲你无下较不叫一种哦，啊，吃饼都一种拢无下过，吃饼哦，系啊，有啦，有，有啊，给今天毛有啊，天衣无缝的下，啊，天衣无缝。天有风，七十二变，啊，不是啊，绿光，啊，不是嘿，无嘛，啊，拍死拍死，你无你就不是讲无，是你无了解，对，又写个一条歌，迄条歌偌红的，对，嘛是一个真正有知名度，人生都真正缘投，啊，真正有智慧的，嗯，爱情列车长，吼，迄个歌就不得了吼。
所以我们叶老师已经像爱情列车长记得过了一下我们今天才知道爱情列车长的 surprise 钢管秀就该调一条歌对啦对啦我礼貌上的歌啦对啦靠腰我唱的啦你唱的对啊真的假的真的不怪我硬靠腰你拜托我秀我硬好不好这条歌叫硬的哦很红啊我硬人不硬啊哦你看你我都不知道要怎樣吃但是現在在網路都不讓我 download 就很簡單很簡單的愛情列車長當時你如果寫這條歌先你是這個本來是要讓小多一個大牌買的他沒買了怎麼是不是這樣坦白說是不是這樣沒啦我實在想要答跟你說是但是不是啦我很想說我跟你說本來是這個要叫劉雲正你這樣跑的待會兒絕對不是這樣那是、欸、你本來是要得罪我現在是得罪到他那是說、喔、人製作人來說要寫楊環的歌、喔、我想多久了呢真的還連我傳人做那個製作人是什麼人陳生外陳生陳生的大白的對啊，那提到這個愛情列車長這條歌老師你有哪寫人的歌你覺得自己會唱嗎會喔、啊、但是不多但是這條歌我真的會唱你知道我对个音响就就签没？对啊，这首歌演我都会啊。对啊，很我们小时候听过。真的还假的？真的、哦，这样我会感动落泪耶，连报纸都会。因为我们很想再看那个凡哥再跳跳一下。对对对。啊，你在观众比我们在，我准备听这条歌吧。先真爱情列车长这条歌不会安尼啦。叶老师从来没有唱过一下的歌呢，那你没唱过，没唱过，没唱过，没唱过。阿伯，安尼好，你唱一拍，哎、欸，啊，看你学生唱一拍，你看。啊对。哦。哎、欸，安尼我当然够他表现者嘞吼。不是，你不是合作表现，你是合作拖时间来换衫啦。表现，你这个。哎、欸，贺大哥讲有道理呢哈。哎、欸，我唱安尼哦，唱爱情列车，我唱袂落去。对啊对啊。我听哇，一输啊三个。因为我嘛要证明讲哦，学生绝对有法度唱，唱比老师较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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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想的是制作单位付钱哦、喔，恁这团是我今仔日特别这团这表演是我个人付钱，恁若袂领钱吼、喔，恁就走无要紧，老师你甲弄落去。你也看到三龙杂波，你有帮我送三龙杂波。哎呦，刚才你甲我提醒，哇，你讲我这世人上昏的就这种杂波的。两个关系，每一个月加两摆，七十五你加的，是啊，什么意思？叫人勇敢的站出来，怎么会是我站出来？叶家秋也要站出来。好啦，王鹤大哥，哎，不是安尼，煞袂啦，阿袂啦，安尼我咪来管你，迄种查甫，咱是轻嘛轻查甫囡仔对无？好啦，嘿啊对啊。好啦。等等等等等等等，跳舞嘴巴不要开开的。在这个部位开开的，我要不然被咬伤怎么办？没有算吗？哦，那感觉真好笑。啊，多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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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呀！来，叶老师，叶老师，叶老师，请瞪眼拍谁？叶老师，不是你安尼，你好，我都起来了。你起码给我都起来。哎姐，我先跟你淡一下讲，安尼好不好？我先跟你淡一下讲。姓名，咱是讲这个款下来，好不好？我真的谢谢叶老师，真的，我跟你讲哦，没有你刚刚这样，你个人唱，我带着舞群这样表演，凸显不出。对了，好的。简单讲说，你弹的唱《爱情列车长》，啊，我做评审，我给你一句话给你形容。嘿，你的唱歌跟他没有讲的。是啊，跟他没有讲。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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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